艺人何家文金四日语陈思璇、赖佩霞、李健富、陈明真、康英英以及凯儿等人进行舞台剧疯狂伸展台彩排。何家文谈到先前遭媒体报道流产一事，平静地说，报道一出，我的粉专涌入好多妈妈，至少20-30位都是跟我相同处境的，大家都来鼓励我，相当感动。何家文表示，现阶段与老公的生子共事为顺其自然。说到这里，他笑说，如果演完真的怀孕了，我就要跟观众说赶快来看戏，坐在那里就会怀孕。他一说完，现场立刻笑成一团。首次演出舞台剧的他相当感谢大家的帮忙，所有人都对我很好。前两天也发生一个超感动的事情，导演怕我压力太大，特地打电话来赞美我，还要我压力不要太大。陈思璇美腿超吸睛，图记者林博年社2018。一四，对于舞台剧，何家文虽是第一次接触，但透露我很幸运，因为本身爱看戏，所以当角色正式进来时，不至于太过生疏跟害怕。